为什么七道题你写了十道题是答案？哎，你说你们以后想做什么？要考个仲鹏，我想做名外交官。哇，这么厉害？那你呢？我，那要说到梦想的话，梦想的话，我想成为一位。想当年，我对未来也有很多预设，想成为厉害的牙医，让所有人都能畅享美食。也想成为一位电竞选手，满满的战绩就是我的征途。来，哎，左边左边左边，右边右边，好好好，成为一位摄影师也不错，定格万物最美的样子。但是现在的我成为了一位歌手，人生有许多打开方式，你总会找到你最喜欢的样子。考试开始。高考很重要，但它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赛点，后面还有无数可能等待着我们。所以啊，放轻松，以最舒展的姿态上场吧。赛点不是终点。我相信未来每个姿态的你都是最亮眼的。爱酷 Neo 8系列全新赛点配色现已上市。我是周深，高考加油！爱酷。